我是艾妈，我是艾酱。我一次可以吃好几碗。先切好备料，我们的备料有蒜头一颗，洋葱两颗，香菇七朵，有葱酥两汤匙，蒜头切片，洋葱也切片，香菇要浸泡后切成条状，再看一次所有的备料。这时绞肉半筋，放入锅中来拌炒，炒熟。首先加入两汤匙的油葱酥，这个超香。拌炒一下，再来倒入香菇、蒜头，拌炒要熟一点。我们使用的是中火维持住，再来倒入洋葱，调味料有胡椒粉少许、蚝油少许、加一点盐，还有糖，记得要放两杯水，盖起锅盖，要焖煮15分钟，小火焖煮哦。哇，完成了，真的太香了。装盘，这香光闻就知道好吃，夏天吃好下饭哦，一次可以吃好几碗呢。阿爸煮的古早味油葱酥肉燥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按赞100分，请支持我们的影片哦，谢谢。